下面来学勾这样的一个花的这个边，这两个是一样的，勾好之后咱们把这个花放在这个位置，然后还有一个这，还有这个叶子，勾法呢都不是特别难。首先咱来一个这样的线，拿个线头打一个活结，然后咱们呢开始勾辫子针。这样的勾辫子针一共呢勾24个辫子，我呢这里已经勾了一个24个辫子针。勾好之后呢，咱们把这个辫子围成一个圈，不要让它扭，然后呢在咱们那个第一针这个地方穿过去，勾一针这样的引拔针，这样围成了一个圈，就是里边这个圈的这个位置。然后咱们开始立一个辫子针，勾一圈的短针，就是勾24个短针，一个辫子的这个边缘勾一个短针。一直勾一圈辫子，勾完之后呢，咱们就和刚开始立的辫子和这个短针中间这上方有个这样的洞，咱们在这地方做一个引拔针的合并。合并好之后呢，勾9个辫子，2个、3、4。首先是立9个辫子，然后呢就开始往回勾，在这个9个辫子上方勾，勾一个短针，一个中长针，4个长针，一个中长，一个短针，这样的勾一个短针，然后呢一个中长针，中长针的勾时候呢绕一个圈，然后从这里边勾出来，勾出来之后呢把这3针一下子合并完，然后4个长针，就是一个辫子上方勾一个针，2个长针，3个、4个，4个长针勾好之后呢，一个中长针，然后一个短针，这样的花呢就勾好了。勾好之后呢，咱们在下一个短针的这个里边勾一个短针。好，这个呢就是一个花样，咱们转着圈一共是咱们上一圈呢是24个短针，也就是在第一个短针里边勾出来9个辫子，然后回过来勾1个短针，一个中长，4个长针，一个中长针，一个短针，然后在第二个洞里边勾1个短针，就这样重复的勾12个。我再重复，简单重复一下下一个花，和这个是一样的，就是在下一个这里边勾1个短针。这个呢是第三针里边勾1个短针，然后就开始9个辫子。9个辫子勾好之后呢，就1个短针，1个中长，4个长，1个中长，1个短，勾好之后中间这隔一个，在这里边勾1个短针，再下一个第4针里边勾1个短针，然后第5个里边勾1个短针，再这样的勾9个辫子，也就是在1、3、5、7这样的单数里边勾出来这样的9个辫子，勾这样的，这样勾好之后卷一下，就是成这样的效果。然后2、4、6、8里边就是勾1个短针就行，这样勾一圈之后呢，就形成这样的效果。再来学勾这个花。这个花的这个外边这个卷边的和这个是一模一样的，都是9个辫子，然后是1个短针，1个中长，
四个长针，一个中长，一个短针，然后就是中间，咱们从这个中间开始勾。首先勾这个的时候呢，咱们用这个用手指这样握个圈，握一个圈，然后把这个线从这个圈中勾出来。勾出来之后呢，捏着这个位置勾一个辫子针，然后咱把这个圈拉一下，拉稍微小一些，然后在这里边勾短针，勾六个短针，一二，就是在这个握的这个圈里边勾出来六个短针。六个短针勾好之后呢，咱们就和刚开始起立的这个辫子和第一个短针中间的这个位置做一下引拔针的合并，第一圈就勾好了。勾好之后呢，咱们可以把这线拉一下，拉紧一些，然后开始勾第二圈。第二圈首先一个辫子针起立，然后第二圈勾的时候呢，在每一个短针里边勾出来两个短针，也就是第一圈是六针，第二圈呢是十二针，每一个短针里边勾出来两个短针。勾完之后呢，咱们和这个刚开始的这个第一针和这个起立的地方做一下引拔针的合并，然后第二圈勾好了，咱们看第三圈。第三圈首先还是一个辫子针起立，然后呢第三圈就是隔一针减一针，把第三圈勾完之后是八针。首先第一个孔里边勾一个短针，然后呢咱们就要减针了。减针的时候大家看一下，从第二个孔里边勾出来一个，勾完之后呢咱们不要合并，再从第三个里边勾出来一个这样的，然后呢咱们就把这三针全部合并在一起，这个就是减了一针。然后呢下一个是不加不减的勾一个，勾一个之后呢开始减针。减了一针，然后再开始不加不减的勾一个，再减一针，也就是隔一针减一针。好，勾好之后呢，咱们同样还是和最开始的这个短针的这个位置做一下引拔针的合并。好，中间这个鼓鼓的这个位置咱们已经勾好了。勾好之后呢，就开始勾花了，勾这个边的卷边。卷边的时候呢，同样还是九个辫子针起立。然后在这个辫子上勾法和这个是一样的，往回在第八个里边勾一个短针，第七个里边勾一个中长针，然后是四个长针。四个长针勾好之后呢，是一个中长针，一个短针，一个中长针，一个短针，
咱们唯一的不同之处呢，这个是不用，这个是勾完一个之后呢，在下一个里边勾一个短针，勾一个短针之后呢，直接再勾出来九个辫子针，然后就是接着的勾，不用中间隔一个短针了，也就是这上面是一共八个短针，勾出来八个这样的边，勾好之后就可以了。然后咱们这样米色的这样的是勾两个，然后这样绿色的这个是勾两个，米色的这个勾两个，再勾九片叶子。我再来教大家勾这样的叶子，这样的叶子咱们需要最低是需要勾九片。首先还是打一个活结，勾十四个辫子针，勾好十四个辫子针之后呢，咱们往回勾，在第十三个辫子里边勾一个短针，然后是就是一个辫子里边勾一针，一个中长针，两个长针，一个长针，两个长针，勾好两个长针之后呢，是五个长长针，长长针在这上面绕两圈，我们有个钩针基础，里边每个针法都有很详细的步骤。五个中长针之后呢，是两个长针，然后一个中长针，然后一个短针。勾好之后呢，咱们这个是到叶子的肩部了，咱们呢就勾一个辫子针。辫子针勾好之后呢，就开始往这边勾，这边勾的勾法是一样的，第一个里边是一个短针，这边的勾法就是从这儿到这儿的勾法是一样的，一个短针，一个中长针，然后两个长针，这边呢也是一个辫子里边勾出了一针，一个短针，一个中长，两个长针，五个长长针，然后是两个长针，一个中长针，一个短针，一直的勾，勾好之后呢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勾完中长针之后呢，最后一针还有一个短针，短针勾好之后呢，咱们为了让这个肩部更加的漂亮，然后咱们再勾一个辫子针，辫子针勾好之后和最开始的这个地方做一下引拔针的合并，引拔针的合并，合并完之后咱们把这线留一些线头剪断，然后把这个拉出来，拉出来之后呢，这个就可以做这个叶子肩部的位置，咱们这个线头呢在这个位置，然后咱们反过来在离线头有一点距离的这个地方把这个线头固定在这个地方，
这样的线头不会出去。好，这样的叶子呢就做好了。花朵全部勾好之后呢，咱们看一下这个花朵的分布。拉链上面呢有一个小的花，然后这边呢是这样的一个大花，另外一个大花呢我是放在这个位置，然后是这个，还有这地方玫瑰花，还有这个边上这样的，大家看一下分布。然后这个是那个起了138个那个，直接把它缝在这个上方。全部缝完之后呢，咱们就把这个叶子，1、2、3、4、5、6、7、8、9，我这呢一共勾了是10片叶子，咱们呢可以自己，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分布这个花和叶片的，就是这个布局。